一楼呢？一楼有人在没？表妹特别喜欢藏在这个水池里面啊，必须要严谨找一下。好，没有。表哥，我怎么还会藏在老地方让你发现呢？你太天真了。好，一楼检查完毕，就二楼了。哎，有人藏在水里的，我听到了掉血的声音，他掉血应该是氧气不足了，肯定有人藏在水里。我太聪明了，我二段跳不上去了吗？来来来，水里的这位玩家，你完了。没有，那没有了。啊！表哥，你去哪里找了这么慢？水里竟然没人，我的天哪，不科学呀！哎，呵呵，这里是谁？是谁？怎么被表哥发现了？